今天啊，这个乳山银滩东部啊，这个海岸一号这个小广场这边还挺热闹的啊，这车都停满了。刚才呢，这边跳了一个新疆舞啊，这边现在又一些来了一些人，这干什么呢？搞什么活动？准备是？哦，他们准备放音乐了。哦，这是啊，这是丽人模特部啊，这是优雅的丽人们。我就回他们算吧。这也有不少人啊，拿着相机给他们摄像啊，拍照。现在是全民啊摄像师时代，每个人都能记录下这珍贵的难忘的瞬间。啊，有人介绍，这是前面这个女士是他们的领队。在大海边啊，听着乐曲，听着情歌，跳新疆舞的人给他们鼓掌啊，给他们助威呢。采访一下他这个头。好了，跳完了，哈哈，真棒真棒！哎，我这听说您是这个，您是领队呀、啊？这个你们这个活动搞多久了？有三年了。三年了，都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我们在我们小区。您是哪个小区的？价值港湾。哦、啊，你们都是价值港湾的是吧？哦，价值港湾哪地方人多呀？湖北的。哦，我听你是武汉人，听的口音。武汉的。啊。我们来自武汉四海。武汉四海啊。啊，北京的。你们人最多的时候多少人？人多的时候50多人呢。50多人。啊。现在大部分人都走了，啊、剩了我看8个、10个，就剩10个了。我们那个人多的时候去那个大拇指广场演出，还给他们表演过。哦，那真不错。去三次的。真好，对，你们这一跳跳出了咱们，大嫂大姐们的自信，对对对，跳出了你们的青春，收腹的，收腹的啊，对对对，我们都是练基本功，我们这都是练基本功啊，练基本功现在啊，没有动作的，所以没有动作，这样子的，练基本功的，这生活挺丰富多彩的啊，是的，挺有啊，我们这个平台就是。
没有很高的要求啊，就是啊年龄多大都可以。别的小区也能加入到你们队伍吗？也可以啊，都可以是吧？啊，也行。哦，只要愿意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啊，你们活动时间是怎么活动呢？我们活动时间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。哦，晚上六点到八点。啊。是你们固定活动时间。啊，固定活动时间。哦，他们这个跳集体舞，他们跳新疆舞，差不多和你们重叠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没在这来。哦，对，你们在那边有个厂子是吧？啊，我们在那边。多好，各位都是哪个老家？都是哪的呀？你老家哪的呀？我老家是也是湖北。你是湖北的？荆州的。哦，您呢？我是武汉的。也是武汉的，哎呀，湖北人这么多啊！您呢？我也是武汉的。也是武汉的，您呢？我也是武汉的。哦哟，都是武汉的。湖南的。长沙的呀。哦。这位大姐呢？台州。台州。浙江的。浙江台州的啊，您呢？我是浙江绍兴的。绍兴的，哎呀，鲁迅的故乡啊！您呢？我是浙江金华东阳。啊，金华的，做买卖地方。浙江台州的啊，也是台州的啊。看你们都是江浙的人啊，就是浙江的，武汉的人多，中南真好，不错啊。行行行，老家是哪的呀？宁波，宁波的。看浙江人真多啊。行，你们继续跳的啊，不耽误大家了，继续玩的啊。好嘞。